今天是元宵节了，我们两个要过去我姐那边玩一下。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停。我们先来菜市场买点菜，去我姐那里做饭吃。多少钱一斤啊，老娘？6块。小梅跟大姐都喜欢吃罗非鱼，再来买一包鱼。让他们两个慢慢选吧，喜欢这个就要这个，但是这个打完折也要200块嘞。200块就200块，挺好看的。看我姐买了这个包也是100多，好看。小梅跟大姐一人买了一个包，下雨了我们该回去了。